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点多了，咱们现在到这是浙江省宁波，这是西红门大桥，壮观吧？这个桥上的风景特别的漂亮，但是两边好多这个栏杆啊，然后拍不到外面特别美的风景，只能让你们欣赏一下这个大桥。应该晚上非常漂亮，这个大桥上应该会有那个叫串灯啊，亮了之后得贼拉的好看。跑了200多少公里，过路费是231，过路费是251。所以说想来舟山这边还是要承受得住这个跑不起了，这个高速还是有点承受不了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咱们这个车走这个道必须得上高速，必经之路。现在咱们往前走就是舟山了，再有个20多公里吧。舟山的朋友，我来了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看的啊？风景啊，下方视频那个视频下方评论留言，我要在舟山好好出溜出溜。咱们要进隧道了，哇，这个隧道都建的外勤娘隧道群呢，这个还没出去我就已经看到前面那个了。哎呀，我偷摸告诉你们啊，这趟出来没用我开车，净坐车了。哎呀，这感觉太爽了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开上房车一定要雇上一司机，就雇咱家这种标准，5块钱，多一毛都不给。马上就到达今天的目的地了，我先透过窗户给你们简单来一个小视频，欣赏一下哈，这美丽的小风景。这儿的火车。哎呀，这个小火车，小火车头。哎，方正人。啊，那个哈尔滨附近那个方正吗？你回家不就经过方正德木利吗？啊，你家也不在德木利吗？对，那就是方正县，就是我家家。来。他机器人。没有啥好东西，给你这个。太客气了。野生的榛子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什么也不用，就是因为这个吧，也比较有家乡的味道。我是这两天上火，鼻子起泡了，然后有点丑，所以我就戴个口罩，怕吓着你们。没关系的。我也上去看看。那给我啊啊，这好吧。这个就是适合一家人出去。多少啊？这3多点。32.8。对，不是那个上海那个27到29号不是有上海国际房车展吗？房车展我们去吧，主要是我们跟那个厂家联系啊，他有现车。我妈妈是一直天天就在问俺俩走不走啊，走不走啊？完一打电话一说有现车，我说那我们过去，完了小来小去的，完了再将增加点配置啊，我就马上上房。来，我老婆，你在那叫嫂子。咱们这电车买了，一次能用多少钱？启动电。他给你个，它长不大，就这么个，就这么个品种，就这么大呀。它就这样了，也不怎么长。有没有一寸吗？没有没有。啊，对。我们家有2个狗。平时就是，你看它这个车吧，它就是好在哪？老人后面是1米5，2米1。你睡两个老人也不成问题，睡咱两个大人也行。上面这里是1米5，2米1，然后这个地方放下之后是那个1米9乘以90。1米9乘90的床嘛，对对放倒。对对，放倒是一个床。嗯。轻卡。我把灯关一下。